现在支持的是芦洲区公所的区长赖区长。主办单位哈，我们今天是文化局我们的李文副局长、李文副局长，还有林正杰我们的主力哈，来采收咱李永烈议员、蓝坤成议员、蓝天平议员，还有我们的立委、我们的议员，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关心的民意代表，在座所有的里长、所有的公庙、所有的神像会，还有很多的社团、很多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大家好。芦洲的神像啊，其实已经扬名到国际界。我记得我们上个月还吃了四大宴，有芦洲有六尊神像去那边传演，但是今年我们的神像会、神像文化祭有36尊，36尊在我们11月12号在公所9点，然后千人来行抢，来保平安，芦洲的神像来护台湾。所以在过去这从第一场的时候，你好，现在将近10点30分，我们现在在转播的就是芦洲区公所举办的芦洲区公所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神像。